他出不出事儿，对你来说就重重要了。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他，要不是他把我甩开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就是我了。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想怎么办呢？以身相许吗？哼，还是说你有了继续跟他在一起纠缠的理由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不讲道理，我还有更不讲道理。哎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刚醒。 没事，就跟报告。千初怎么样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昨天晚上的意外，昨天晚上的意外怎么回事？我们会调查清楚。该你负的责任会有律师找你。我只是想知道千初他现在人怎么样了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。走吧，没看出来吗？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，别在这儿自作多情。 小念，你在哪儿？小念，千初，你是想起我了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当然记得你了。